Let's go. Yeah, I'm ready. I'm ready. You ready? Yo, Ching, Sue, wait, do谢谢四位队长，请就坐。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抢麦赛，我们四位队长当中啊，韩庚队长应该是了解这个赛制的，稍微有一点熟悉。是的，嗯。然后一博和一星应该在上一季当中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影子，但是跟今天的规则不大一样。Harry 是我不了解。好，太棒了，我就等你说这句呢。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赛制的规则。上一回我们通过一场街头争霸互相交流认识了彼此，没有人淘汰，只确定了毛巾的归属。但今天赛制非常残酷，这一场只有49个晋级席位，有一半的人将被即刻淘汰。哇，这100进49，这赛制还挺残酷的。100个选手都非常的优秀，就是淘汰谁都比较可惜。四季以来，这个赛段相对来说这是最残酷的一次，是因为来的所有舞者他的综合实力都是很强。After 2 rounds, already half people have to go back home, so it's really really hard. 我觉得每一位选手看到这么多厉害的舞者在一起，同场竞技的时候，一定压力很大。上轮拥有毛巾的舞者获得优先权，你们将进入作品区，可以表演自己的作品。上轮失去毛巾的选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你们将进入挑战区，只能通过 call out 的方式争夺晋级名额。有没有人不服？前进出击。挑战者必须使用对手的音乐 freestyle， 双方平票则挑战者胜利，无人挑战则直接晋级。毕竟下位区的没有办法跳自己的作品，你只能是 call out 上。他们跳作品的时候就是听了一遍这样的音乐，所以他每一个选手跳作品的音乐都要记住，对他们来说压力也挺大的。然后因为都是一些很厉害的舞者，然后他们编出来的作品就会很有质量，也很有质感，然后就让一些不服的选手就会很难有出来挑战的机会。call out 我不怕，但是最怕的就是他那个赛事是跳别人的音乐，这个有点可怕。今年不一样的是国际对抗赛，我不怕输，但是我就是想找外国人挑战。你知道今年有很多国外的选手，然后你更想的是去切磋，想去突破自己，去创造更好的时刻。这一次是真功夫，而且是第一次让100位优秀的舞者里面直接battle。 作品军选手将根据抽签顺序依次展示作品，获得4票直接晋级，获得2票或3票将接受挑战区选手的 call out。 另外今年的赛制比以往更加严苛，作品区选手除了0票会被淘汰以外，只获得1票也会被直接淘汰。哇，又更严格了。那这次100进49，你要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动作质感，第一点就是我说动作质感，因为只有动作质感是需要时间去练出来的。首先就要看这个 dancer 的创意感，然后呢 ，dancer 呢，他是用他的身体来表达音乐出来，能把声音表达最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dancer。还是基本功吧，然后包括看一下一些编舞师的基本功，因为我知道国内很多编舞师都看重故事性，设计啊什么的，但是我想让他们知道基本功也不能落下。因为我参加的2季了嘛，这是第3次再来到这个街舞，大家整体实力都非常的高，嗯，所以对每一个选手来说要求会更高。好，那我们的考核正式开始，有请我们今天的一位选手 ，Go Go Brother。Go Go Brothers， 哇，打头阵了。Go Go Brothers 曾与全球殿堂级歌王 Michael Jackson 同台演出，在2006年英国 UK B-Boy Championship 中获得 Locking 世界冠军。抽签抽了1号，
抽到一号开场就这么凶吗？大哥直接来个开场。对呀、啊。プレッシャー感じましたね。どういう感じで進んでいくのかっていうのも分からない状態で一番だからやっぱり緊張しましたね。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 Go Go Brothers。来自日本，我是 Gaga Lei， 我是 Didi Yu。我们想把 original funky style， 带给中国的观众。哇！哇！这个不用翻译了。今天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开始吧。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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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好朋友 ，Cloud 你们。Judge show. Oh yeah.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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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刚刚好，你看啊。之间在戳你，算了算了算了，就是稳稳的戳你。我他妈第一个都鸡皮疙瘩，你看你咋一身起来？裁判秀，那个质感无敌了，就纵使他就是少于四秒，也没人敢 call， 我感觉。中国 dancer 把脾气拿出来吗 ？Go Go Brother 第一队上场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小姐，这是你的事儿。我想的是，如果 Go Go Brother 是。两票的话，三票的话，我一定会 call 他们。来，四位队长看过之后，我们要给一个表决。三、二、一，四票直接晋级。算，结果算算算算算。最后他们拿到了四票嘛。我就没有机会跟他们一决高下了，当然那个时候也是非常开心的坐下。算了嘛，哎呀，别给我打了，原来一次。来，四位队长看过之后，就是像看裁判秀一样，就是他们的风格，然后他们的质感就已经就是没有办法评判了，就感觉随便跳了一段就已经把我们震到了。谢谢。